我要和咱们屠宰场救的16条狗之一王子啊，我俩一起变个身啊，我也绞绞头，让理发店大哥再送我一把剪头，然后和王子我变一下身，有点长了哈，头啊，就给我绞毁了，我这精致的颜值啊。你这口呼的有点大了，稍微大了啊，稍微大了点，明显吗？反正你自己看不见，没事。嗯，太不经意了，又说我猴，不经意间又说我猴，非常不经意。我想事情呢，我今天怎么老实啊？呀，掐着我是吧？吓我一跳，你看好了，你看，你自己觉得挺满意吧？我自己觉得还行。这两个留着呢，留啥呀？别留两边，都不留了，要长长，太稀了。刮狗毛的，刮胡子。现在你好歹你也十来万粉丝的网红，真是忍不了。你可拉倒吧，十来万粉丝没耽误你抠眼睛，这家还没给我眼睛抠眼睛，抠眼睛锁喉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我不醉不罢休。完事了，这么仓促就完事了，这就这么就完事了。还做吗？专业吗？打哪个搁海绵打的，没别的海绵。动了。这个搁海绵。这么滑的呢？滑。这是个狗啊。太专业了，连理发最专业的最后一幕都已经了。理发店最后一幕也是汗毛。太专业了，不好闹啊，不好闹啊。奶奶啊，这是药浴啊，行了。你看，要的钱不是，那是洗屁股腚的。哎呦，瞎子，这个眼睛有。瞎子。剪完头了，老板送的剪头，行，脚挺好，这回脚挺好，也没少遭摧残。好，回家了，走吧。